用春秋，我是你的母囝，为什么你来这样惊吓我呢？你不是我的母囝，我的母囝是王桂枝，你是妖怪。哈，四角目睭，只有做得清楚，保唔着王桂枝也是我。对你讲的这么多，我得去保也是我。希望会当得到你，点在关中道，我故意找了王小姐，在路途了分别在你的夜心上，分担你当风华这样。伤害着你的性命，看着你亏心不道，我不能亲近你。你只要爱做心头路，想袂到你不顺手，我一定先下着你不掉哦。看来桂枝已经无命，是你交命鬼宝得意无害死的性命，对我先下着你，你是妖怪。希望讲，日后咱夫妻能够再上，我将囝表扬为最美，再听。